家好，小张今天来赶海了啊！今天阴天，还有点小风，来赶海的人也不少。我们上来就发现一个货，在这个石块底下，看啊，这是一个小短腿，应该还是底朝上的。哎，在这干嘛呢？为什么养在这里？嘿，嘿，你出来嘛，出来嘛，打个招呼来。啊，它好有劲啊，一直拽不出来。哦，看怎么样？这个季节开始出来短腿的了啊。 短腿得很好吃呀，还想站起来呢，章鱼哥想站起来，放到桶里面吧。这边一只卧沙的梭子蟹，它已经卧进去了，干什么？卧进去，你以为我就找不到你了吗？说了啊，是只公的。哎，10块，哦，这个好重啊！下面有货吗？嘿，有没有？啥也没有吗？再去看看。哦，这边这底下有八爪鱼，看，是不是？呀。 长腿的这个，哦，带这个大石块太重了啊，这个收了，10块钱，慢慢看啊。这种有水的地方，你看下面是一只小海螺，看到了没有？这个会长大的啊，咱收到这里，以后记得来找，等它长大。嘿，好。哦，这边有一只梭子蟹，躲在这个石缝里。 啊，它一直在吐水，嘿，出来！咦呀，哦，这只大，看个头可以哦，是只公的，输了。这下面还有没有了？是不是有同伴？嗯，没有了。看这边，继续翻找一下，怎么没有八爪鱼了？今天？ 哦，那边一只梭子蟹，看，举起它大钳了，你看，它很期待我带它回家似的。来，嘿，我觉得这些海蟹可傻了，你看，太傻了，好可爱。说了啊，哎呦，好像前面还有一只梭子蟹，哇，这里梭子蟹好多呀。石块搬起来，哦，没有压到你吧？啊，这个石块压到你了吧？真是太抱歉了。这只性格比较腼腆哦，可能是白羊座的哈。你看。 它这只扑扑了，哦，这边一只豹头八爪鱼，短腿的，看这个是豹纹的哎，它身上这个，哦，看，哦这个八爪鱼啊，在这里奄奄一息的，它这里稍微带点大米，看到没有？白色的，这个小圆球就是大米，是不是要吐沫呀？我靠，我得防着它这一些，动不动就给我来一下子，也是白羊座的吗？腼腆啊，收了啊这个。 性格不大外放，看这边这梭子蟹误杀了，哎，误杀了，这只也好可爱，小一点啊个头，收了吧，个头还是可以的，可以带走。我的赶海啊，一般都是靠在排水口捡漏为生的，这好久没来排水口了，咱们今天来找一找，看有没有货。哎，这寄居蟹，我还以为是螺呢，没有啊。看今天有没有鱼的大鱼来啊，走个路什么的。 水越来越深呀，注意点别灌进去水。现在天气越来越冷，降温了。哎呦嘿，哦，这边好大的一条鱼啊！天啊，真的假的？这是上来就来吗？哦，这是条鲈鱼啊，这么大！没，哦，我的妈！哦，哇塞，这么大的鲈鱼啊！哎，哦，哎，我的妈呀，不敢往前拿，它前面那个刺儿，哎。 别！哎，哦，哇！上面那个刺儿怕它刺到我，我的妈呀！哦，好大，看，哦，哇塞，太兴奋了！我都没有捡过这么大的鲈鱼啊！哦，我活了20多年了，都没有见过活的这么大的鲈鱼哎！我的天啊，这排水口从哪流出来的吗？ 快走吧，这么来人了！听到一声呀，哎，别，快跟我回家！哇，这个一大条，我得带上我的公公婆婆啊，一块吃，一大家子够了。这个清蒸我们家的锅都没这么大，快走吧，不能再耽误时间了。哎，小子们，哎，还撞不到，这么大。鲫鱼不行呀！大鲈鱼，你看。哎呀，真不行，猛活还。哎，猛活。你看。啊！这会留下来一些鱼，都是在这里捡的。还拿蟹子。哦。蟹子不松手。哦。要么拿蟹子，拿松手。那四块小三了。看下面有没有啊？看我的判断力怎么样？这片蛤蜊比较多。 上一天就在这里扒的，然后好多粉丝都说喜欢看我扒蛤蜊，感觉说，扒蛤蜊的感觉特别的解压，很过瘾。那这边怎么没有呢？不要着急，都会有的。难道我的判断有误吗？第一窝没有哎，我们再换个地方吧，有点尴尬了啊。这边肯定得有了啊。 再没有就丢面子了，看有了啊！哇、哦，看这个大，这回家一煮，这种一般都不会炒着吃，像那种花甲喜欢炒着吃，这种的话壳比较厚啊。咱们一般都是把它放到水里面煮一下，放点姜和葱，配一个调料蘸着吃，特别的过瘾。下酒菜棒棒的，看，这叫那个大蛤蜊，哎，这个不是。 下面还有，看。不过这种东西不是很贵，一般人家也不愿意出来扒，就是花点钱，10块钱能称一大兜子。我这个是自己的劳动收获，吃的感觉会比较满足一些。下面看还有没有了？我们接着，这边是个花甲吧？这边，这个好小啊，这个还没长大，不要，我得扒一些大的回家。 下面有没有？这个搭在这里，看手就抠出来了。这边有一个，哇，哦，这一窝好多呀！一挖上来就飘上来了。看看下面肯定还得有，哦，这个好大，看，特别的大，可以特别的漂亮哦。这，上货了啊！心情非常的喜悦，太过瘾了。改天带我儿子也来吧。 看，下面还有呢，啊，疯狂的捡就行了。哎呀，哇，这窝不少，差不多了，就这些。前面，再继续扒扒看啊，哟，还真有，看，哦，又一个。 跟变魔术似的，你看，一划拉出来就一个又一个，而且还都不小。哎呦，这又一个，哇！今天这个运气爆棚了，我一会儿这个港澳海回家得买张彩票，看能不能中奖。今天这个运气是很不错的，这个大蛤蜊，又4个，而且都不小，收了。发现这个石头底下有点不对劲啊，有货！看八爪鱼，哎，这上面怎么一个白白的？这长了一个肿瘤菌吗？ 哇，这个八爪鱼的那个吸盘特别的有力，吸了好多10块，这只不错哦，咱收了它，回家跟蛤蜊一起爆炒。哦，这边那个10块下又有一只八爪鱼，我把它抓出来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得把10块搬起来。看，哦，2只，我的天啊，我还以为就1只。哇、哦，一下来2，我说今天运气特别的好吧？这下午绝对回家要去买一张彩票，万一要中奖了呢？运气爆棚了，一下有2个大粗腿。 哦，回家可以爆头了，放头里面。我们继续搬搬10块啊！今天心情特别的好。哎，这个下面还没有货，有点意外。我应该是100发100中的。走，继续。我现在凭我的赶海经验，真的是老渔民都赶不上我，我一点都不带吹牛的。哦，我的小鱼乱窜。哦呦，还有只螃蟹爬出去了，在这儿，这个太小了。 不要了，这，我发现这边爬出来了，哦，一只八爪鱼，窝在这里，出来吧，我已经发现你了，不要再躲了，没有用了。哇、哦，这也可以，今天收的这几只八爪鱼个头都不小了，看，怎么样？而且腿还特别的长，收了。找一找，这边腿有点红啊，有点长潮了，这是什么？哦，10号。 这边好像有个石头，叶子螺，上天捡到一个比这个还大一点，哇，这个也很好啊。上天那个辣炒了，这个回家拿回去刺身可以哦。这个叶子螺的壳特别的好看，上次用这个叶子螺这个壳做了一些手工，然后当那个烟灰缸呢，放到家里面特别的实用。哇，这个壳特别的漂亮，大家有没有想要叶子螺的壳啊？大家可以私信我啊，我可以给你们留着。然后这个肉我就吃了啊，这个肉真的特别的好吃，那个我就收了，特别棒。 今天真的收获特别的满意，我们再上前面看一看。大哥，你看那边一只八爪鱼，从这边往那边游的，好大啊，这个头！哇塞，出来！哇哇，这个腿好粗，它钻进去。哇！出来出来，它咬我！哇，看那个吸盘太大了，快出来出来！啊，这只好给力啊，特别大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 这个腿啊，吃起来肯定很脆很香，咱给收了。哇，小桶能给我带来好运耶！这两只海星好漂亮，看，咱给收了，还不小这两只。哇，这边这一只八爪鱼好大，躲在这两个石缝中间的，是不是下午了有点晒呀？啊，躲在这里啊，这只也好大呀！我的天啊，运气不错哦，上货啊，带着。这哎，你看。 这个脚，这个地方还吸着两只海星，你看，吸在石头上的，咱给收了啊，好漂亮！10块底下我们翻翻看啊，看看还能不能有别的收获呢？都已经翻了半个小时的10块了，没有收获了，就这两只八爪鱼。要不我们带着这八爪鱼去找个好吃的地方，去涮火锅吧，把八爪鱼吃了，怎么样？这只八爪鱼那么大，走吧。老板，帮我把八爪鱼打理一下吧。没有问题。谢谢了。多吗？两只。这个吗？啊。切一下是不是？整只直接爆头吧。可以，好嘞，没问题啊。稍等啊。好嘞。 老板是大哥的侄子，我们来配个调料吧，放点西瓜酱啊，一会儿蘸八爪鱼爆头吃啊，来点蒜，再来点醋吧，哎呀，什么情况？好，八爪鱼已经清洗好了啊，一会儿我们准备给它用火锅涮一下爆头吃。这是我自己带的裙带菜啊，他给我摆了一个盘。你是不是就点了个汤底啊？ 没有啊，点肉了，点肉了，上菜了。我们先下这个八爪鱼吧，因为这个八爪鱼特别鲜，下一下汤也特别鲜。咱们点那个是9宫格的，看，一格一个，哇，太给力了！它要出来了。 八爪鱼得煮一会儿，我们先涮个羊肉试一试。嗯，啊，好香！麻辣牛肉，一直有疑问啊，这9宫格味道都一样，为什么要分9个格子呢？一人一个格吗？啊，那这只牛肉好好吃，很香。 简单烫一下就可以吃了。好吃。来来来来，好了，好的好的，大的给我吧啊！啊，一个盘都放不开了又，特别大这一只。这个吃个八爪鱼吧，好肥呀、啊、这一只。先爆个头，吃腿，怎么样？ 嗯，鲜。厉害呀、大哥！香吗？这个是大刀腰片啊，烫一下，20秒就可以了，特别嫩。嗯，真好吃。我也来吃个八爪鱼啊，蘸蘸那个腿。野生的就是好吃，腿特别的嫩。好了，我们吃完了，现在去结账吧。小腿在，这里面还有海鲜。没有啊？啊？没来钱。结完了，我最近困了。我还打算结账呢，侄子把钱都结了。在大悦城这块吃的，味道挺好的。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过来看看。 这个大的石块开始翻起啊，我感觉有点力不从心啊！哎，根本就搬不动嘛。这个小一点的，小一点的是没有货呀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么大的，哇塞！但下面有八爪鱼，看看看看。哦，可以啊，平常饭真不是白吃的，有力气呀、你叫我，叫什么力士？怎么样？哎呦，还有脾气呢！走着啊！看看看，这边也有章鱼腿，这里。哦呦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！把石块搬起来，别压着它。哎呦，哇，这石块好重！哇，好大的！ 短腿啊，这个头好大呀！我的天，吸的特别紧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今天这个货还不错啊，上货频率很快。下来吧，收了这一只。哇塞，这个大！进来。走。有没有想和小张一起来玩的？嘿，组个团报报名啊！ 下面好像是一只小包头，看看看看，长腿的，吃了吃了。呀，我发现这边这个水库里面有条鱼，这个是黑鲷啊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卡住它，快收啊！这鱼太灵敏了，特别快。你说，哟，我过来这边，你发现一只八爪鱼，看。 窝在这个里面，快快快出来，让大家看一下！出来出来出来！哇，看这大长腿！出来出来出来！可以啊，个头也不错的，收了。哎，这边有条鱼被困在这里了，死掉的吗？你看，活的活的！哇，这个也不错，收了收了。哇塞，我到这里啊，看到。 一只海葵啊，把一只螃蟹吃的都成这样了，正在吞食啊！这是属于这个海葵太猛了，它们吃鱼也吃螃蟹，咱就不跟它抢食了啊！咱去找一找。哎呦，哎，这边这个石块下是一只梭子蟹，哎呀，这个钳子已经哎被我发现了，你出来出来！哦呦，好好有两下的，跟我能过2招啊！出来出来出来，别进去了，走吧，带你回家啊！ 上面这些螺都是很漂亮，这一个一个的，好几个品种还。哦，这个下面一只梭子蟹，我把这个石块掀开，嘿，哦，看，梭子蟹有点笨啊，不知道逃吗？这才发现啊，这个大长手臂，看，这是可以啊，公的，收了。今天这个八爪鱼和螃蟹收获的还是很过瘾的啊！继续翻一翻，感觉怎么突然有点变天了，天暗下来了。下面小蟹子，这种小螺也不少。哎，哇，这边发现一只蟹钳，肯定是螃蟹，拿出来。哇，这只怎么了？身上脏脏了，是不是出来调皮了？给你洗一洗啊，洗一洗带你回家。走，这都不错的。 收了啊！嘿，单手搬10块，我这现在越来越棒了。哇，这边一只梭子蟹，看，出来！哇，这一只怎么样？活跃啊！收了。这下面肯定是有一只八爪鱼。哇，看，我已经看到它的腿了。这眼睛瞪得这么大，在这里干什么？啊？ 这只煞白的，发生什么了？被吓到了，收了你啊！好大呀！听说最近啊，这里有好多章鱼洞，在往外钻，有好多章鱼，所以我得赶紧过来看看。今天人正好也很少。哇，这边是一只小爆头，小八爪鱼呀，倒骑在这上面，看。 小八爪鱼特别的可爱，跟看了一朵花似的。游哦，游起来了，跑哪去？贪玩的小家伙。哎，啊，这有一只，收了。好。好多。 哇，这只好大呀！我的天啊！哇，我赶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。哇塞！哇，这只好大！快出来！哇塞，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。哇，这只头也特别的大。哇，这个是章鱼家族的头领嘛？看，哇，这个大腿啊，回家怎么吃好吃啊，大哥？这只。这咬不动。啊？直接。 刺身怎么样？这种刺身好吃吗？这种会不会老一点啊？不知道这种好不好吃哎。不过我真的没有捡到这么大的。哇，先收了，太兴奋了。继续翻啊，看还有没有别的惊喜。这个下面没有哎。这些地方，今天正好人也比较少。哦，这边是梭子蟹。 欢迎我吗？来啦！啊，带你走。哇，这，哎，不要舔我的大爆头啊！蟹，螃蟹，不要这样好吗？它会很疼的。来，给你俩分开啊！找个地方单独放你俩。今天用力的搬10块啊！一直要下雨，快抓紧了，回家了。 哎呦，这边，一只八爪鱼出没了，在这个底下，啊，出来，这是一只长腿，哇，这只稍微小一点，还可以啊，抓着你，哇，这个真的好大，这一只，越看越开心。前面一只小八爪鱼，跑出来，在这里地方你不会很干吗？在这干什么？变色了，你看，直接身上这个纹路，哇，看啊，出没了。 啊！我的新衣服，这又是我的新衣服。我一穿新衣服赶海就会被八爪鱼吐沫吐脏掉，太过分了，小家伙，带你回家啊！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！哼！哎，你看这个下面这个圆圆鼓鼓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跟大地瓜似的啊！哇，好大呀！这个是不是就是那种海肠啊？我捡过那种小的，但是这个也太大了吧？这个好像也是一个，跟小石块似的。 这是个什么？一大一小，好滑溜啊！啊，这里面是一包水啊！特别的滑溜，跟气球似的。这是海地瓜吗？你看还呲水，里面啊，这你吃不吃啊，大哥？要不要啊？两个，好像这个肠切出来，然后这个皮用来凉拌或者炒韭菜吃吧。带着吧，带回家看看。我不大会做，哇，前面又一只这个梭子蟹，举这个大钳在这里举大使吗？啊？啊，太乖了，别掐他们啊！我去找你那两只伙伴去，走。他就发现这边有只短腿，你们能看见吗？看，跟那个石头要融为一体了啊！拿出来让大家看一下，一只短腿的小迷你啊！哈，这种愿意吐沫啊，一定要小心它一点。好可爱，说了啊！看的缝缝角角当中啊，方方面面的，咱们一定要仔细看一看。嘿，哎，看那边那个石块底下。我发现那是肯定是一只长腿，哇，这只腿好长啊，从这边也出来了。哦，看，来，上货了啊！一只长腿的大八爪，收了。哎呀，吸了个石头，进来吧。哟，这个小螃蟹好胖啊！看，呀，看，这边一只海胆。哇，好大呀！这一只，后面红色的，你看，哇，活的，这个刺儿还一直在动哎。回家做个海胆蒸蛋吧，哇，看，这个好大，而且特别漂亮，这个壳可以晒出来哦，做工艺品。哇，我都没怎么捡过海胆哦，很少的，这个好漂亮，咱给收了啊。哇，它会刺到八爪鱼吧？放边上一点。啊，走。这个真的特别大，哦，这一只梭子蟹，哎呀，梭子蟹也不错啊，带了。天冷了，海鲜它愿意动了。看，哦，这边又一只梭子蟹，你看，哎呦呦，好凶啊！呦，这大钳子，别举了啊！带你回家了，也是一只公的啊。说了，今天桶带了有点小，收一些够吃就行了。哇，前面有一团墨汁直接涌过来，这边是一只短腿八爪鱼啊，爬在这个石头上面的，吐沫了，可能是听到动静啊，它要攻击人。哇，这一只特别的漂亮啊，变色了，洗一洗带回家啊。哇，这只可以很好啊，带着，进来。哦，海胆刺到它了。哇，我看到前面好像是又一只海胆哎，哇，这个好漂亮，在水里还游哎，你看一直在动着。哇，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，这只也很大，跟那只也差不多大。哎，这两只手牵手了，这两只拿出来比较一下。哎呀，看着大海胆，回家蒸个鸡蛋，要不就直接刺身吃也都可以的啊。看，哇，大家可以关注我一下啊，看看我怎么吃海胆。说实话，我没有怎么吃过，去饭店的话也没怎么点过。你看它这个里面，这个牙齿好尖呀，这个白色的。上面的刺还在动，收了，就要去那种日料店吃啊，一个得好几十吧，这一下受不了，太棒了，带着了。你看这边这个石头下还倒挂着一只海星，你这个姿势太优美了，好小，你看这只小海星没有长大，这个咱们直接放海里面吧啊，来往里一丢就行了。嘿。我发现这边也有一只这个梭子蟹，可以出来吧？这只个头稍微小一点啊，不过还可以，是公的，带着。哎，今天桶有点小了啊，委屈你们了，朝里面进去。我上来发现这边有一只鼓包啊，肯定是有一只猫眼螺，看，真是哎，哈，刚钻沙发，哈，呦啊，吐我身上了，水放了，带着啊。这边好像也是一只，出来。这只钻进去了，肉还没吐出来，也收了啊，咱们。外面这个石块下有动静，肯定有货啊。哎呦，我看到，哇，好大！我的妈，上来就给个这么大的惊喜吗？这么大的大包头八爪鱼，哇，这个手要端不住了。哇塞，看怎么样？这巴掌也太给力了吧！好大呀！收了啊，咱们快放桶里面。不错不错，再找一找。我看看看，这边一只巴掌也从这边爬出来了。来！哇，这一只也好大呀！现在冬天了啊，巴掌鱼越来越肥，因为它们啊。 需要把自己长得胖胖的啊，才能预防寒冬啊。看肥不肥，这个头，咱跟收了啊。继续拌，哇，这一只，这个稍微小一点啊，也是一只巴掌鱼啊，长腿的。收了。哎呀，我发现这个水坑底下有一条鱼哎，你看，一个黑鲷，哟，一下子卡住了，太给力了。我就趁其不备啊，我觉得这个钳子比渔网好用哇，这会才跳。 有个这种易拉罐，把这个垃圾带出去。爱护海洋环境，人人有责。这里怎么还有一个橡胶手套啊？哎呦呦，这边也有一条，也不小的。看，卡住你！哇，这些鱼都好抓呀，一下子就抓住了。哎，你说这巧不巧的，这怎么还有不少的鱼呢？哦，这边又一条。 这次用手抓吧，哎，确实不大行哈，还是得用这个钳子。哎呦，这只好快，嗖一下，嗖一下，哎，它还会飞檐走壁呢。哎，哇塞，游得真快这一只。这个是海里的鲤鱼啊，它很鲜。哇，这边这个水坑里面好多海星啊，一片都是。我捡起来，冬天海星越来越多了。 看它们夹在这个缝当中啊，都变形了，有大有小的。这个小的好可爱哦，哇，真的特别的多。今年收的这种胖大星比较多啊，又要爆桶了。这下子我看一窝得好几十只。哎，哦，这下面还窝了一只八爪鱼。哎呀，哎，你什么时候混到这里面来的啊？ 章鱼哥，收了，这惊喜啊，真是连连不断。看到这边有一只四只脚的啊，这就有点可爱了哈，四脚海星，还有六脚的、七脚的，这些都是五角星了，都好漂亮。赶快收吧。每次发现这种一窝一窝的时候，都有点心虚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看啊，来跟我抢。哇，这一窝也不少。 漂亮，回家一晒出来啊，特别的棒。到时候放到大家的扇贝肉礼包里头，给大家一起发动啊。看，前面还有，前面这一些感觉不大好了呀，有点软了。这个咱不要了。哇，还有一只螃蟹，哎，还不小，呵呵，这个咱收着啊，这只是能要的。下来这边发现一只花扇，嘿。 来吧，这些小东西真的好厉害啊！收了啊，进来，咱再继续找一找。嘿，这个太小了，小东西咱就不收了。哦，我上面什么东西啊？爬来爬去，这边有一只。 嘿，哦，这只也可以哦，公的，咱收了啊。这个是我赶海今天收获的这个大的八爪鱼啊，然后大哥说要给我做两种吃法，我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八爪鱼既然这么大，腿又这么粗的话呢，就是先做一些刺身，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可以拿出来爆炒，炒个麻辣的。大哥做饭的话呢还是比较精细的啊，这个就交给大哥了，开始吧。 让他给你刺身好不好？可以，切下来，切的薄片啊。薄片。还活吗？活。嗯，把它切成那种薄一点，切成小段也行。就长长的，吃才怪。这是给我做了一个辣炒八爪鱼。哎呀，这八爪鱼好大呀，肥好。呛死了，来点醋。八爪鱼不能炒老了啊，就过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是大哥给我炒的麻辣八爪鱼，哇，感觉看起来就很诱人。这个是刺身，一会儿准备蘸着这个芥末酱油吃。 这是我刚刚做的一个小火锅啊，还在煮着的。我们来先尝尝这个八爪鱼味道怎么样？尝一口这个刺身吧，这个芥末应该得搅拌均匀啊，要不然吃一大块会很呛鼻子的。这八爪鱼刺身在家真的还没有吃过，一般都是去饭店那样的地方才会吃，生吃啊。哦，好吃，主要是很新鲜，它这个腿还在动。 小腿部分，嘎吱嘎吱的，真的很鲜。嗯，你吸盘还在动啊，看到吧？吃出来它的吸盘。哦，吸盘真的好脆，清脆的，好好吃。尝一口这个麻辣的，嗯，用火锅料炒的，应该很不错。 麻辣味道很好吃，哇！这只大八爪鱼真的两吃，享受，大粗腿，哇！这大腿尝一尝，哦，好特别嫩，火候很重要啊，八爪鱼，哦，它吸盘好好吃，好脆，红辣椒，哦，辣椒好好吃。 来尝尝这小火锅，这小火锅不错，还送了一个干碟，嗯，蘸着吃，好好吃。跟大家强调一下啊，为什么最近不怎么更新这个日常呢？大家好多人催更，我也都看到了，因为是平台嫌我吃太多了，我上传一个就给我下架一个，上传一个过两天就给我下架了，说不知道浪费，不节约粮食。嗯，其实我吃的也不是很多。 每次这些都能吃完，你不会浪费掉，分的都不够，你没有办法。其实我也就吃个两三样，嗯，没有办法呀。所以说，有时间拍呢，就给大家更新两个啊，被下架的话就算了。嗯，好好吃啊。 土豆片和藕片，嗯，我的最爱。现在冬天特别冷，加温了，赶完海，然后如果你海鲜回家吃，感觉特别的幸福。自己抓的还好吃，这个好麻。再来块大红腿。 太棒了！辣，真的是很过瘾。嗯，这个是八爪鱼的那个大米嘛，圆圆的。嗯，好吃，主要是太鲜了，这是它的肝嘛。嗯，黄，哦，是黄，很鲜。哇，大的八爪鱼好好吃。 这一盘我肯定是吃不上的，然后还会跟家人分享的。小火锅，好想尝一口这个汤啊，麻辣，哇，好吃，嗯，好，来个粉，有点烫，嗯，这应该是肉吧，嗯，像是那种。 素肉，不是蒸肉，哇，太美味了！我得去加碗米饭啊！咱们这期先录到这里了，我要加碗米饭继续吃了，下期再见。